首先呢，我们是在这个主线华尔街主线纽约的华尔街主线里面。那么呢，这里有个竞技场，这里有个装备箱，还有个钥匙放在这里。那么呢，这个钥匙怎么拿？这里有两条黄色的线，黄色的线呢是根据主线的推进，打完 BOSS 之后才可以打了两个电箱的。我们就走到这边，这是最终阶段，然后在这边，这里有个电箱，OK，然后再往右边这里来。这上面有个电箱，这边有点黑，有点黑，啊，总共两个电箱。回去之后呢，这里面的钥匙和装备都可以拿了，拿完之后呢，往这边走，这边有个门，然后有个密码锁，然后就可以进来了。进来了之后，这个门啊，它有两个电箱，第一个电箱呢，你从这个窗户往这里看。是这样吧，这样，这里有个电箱，打一下就好了。那么呢，还有个电箱在这个门后面，这门后面有个电箱，OK，打了之后就可以进来拿装备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我今天退游戏了。啊，看到了，这里有我个也电看箱，到了，我也看到了，我看着那个线过来的。那还有个会电箱，计。应该也在上面。哦，那边没有，这就是一个。这里还有个，搞定，总共两个电箱。强行风筝改了，改的贼不好。问题是什么东西啊？这该不会是那个就是？钥匙。哎，为什么？哇哦，哦，C，看见了吧？那为什么还是进不去呢？这里，哦，太憨了，这看见个，没？跟我没关系。我顺便再录一下视频。拿了一个，啊，算了，这个不要了，拆了。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哦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